我们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活着的乡亲。是。铁匠哥。 看见没看见？我们雁翎队的人死了，全死了，连小龙都死了。您听谁说的？鬼说的。老弟，老弟。 大家仔细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铁匠哥，里面发现一个地道，太好了，他们一定是从地道走的。 跟我一起下地道。是。老魏，老魏，你醒了。 队长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走的，去通知所有的兄弟，让他们划船到附近水域去找，所有的苇塘、芦苇荡都要找。是。你去找何记者，让他给指导员发个电报，就说鬼子已经撤退，两个队长失踪，让他马上回来。是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刚才有个兄弟告诉我说。 马有德已经开始清除异己了，而且和日伪军配合，只要不肯屈服，就直接抓起来。看来渡边来硬的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想办法把你哥救出来，否则的话，形势很难控制。难道去劫狱吗？当然不行。哎，渡边上次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你哥跟他们合作，他就把他放出来。是呀。 就是说，让我哥假装答应。现在只能这样了。
小诺姐出事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没关系，自己人。刚刚接到电报，两个队长都失踪了。老魏失踪了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电报上就这么说的。我马上回去。我给你们一起回去。不行，陆行，当务之急是把你哥救出来，然后你再紧急行事。等我回去把事情处理完了以后，会回来帮你的。那你一定要找到老魏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竭尽全力的。 戦況はどうだ？ご指示の通り、今回の包囲攻撃はイエンリン・ドイの巣窟を崩しました。また100人以上の敵を抹殺し、彼らの精神の象徴シェンロを焼き殺しました。そしてこの機を追撃し、イエンリン・ドイを壊滅させました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
我が大日本帝国皇軍の威信を高めた。渡辺君、君の方はどうだ。はい、残念です。電信所に侵入した時には土肥どもと村人は姿を消した後でした。村はもぬけの殻でした。収穫は何もありません。完全に撤退したか。自分の見方ですと、あれだけ整然と組織立って姿をくら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、村が炎林類のアジト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。老娘情况怎么样？队长昏迷不醒，正在抢救。那水妹呢？她倒没事，估计是累着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去看队长。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妙，伤势很严重。由于伤口在水里泡时间太长了，已经化脓发炎了。这两天是最为重要的两天，如果出现内出血的话，以我们的医疗设备，恐怕……去找医生。是。我这就去。老魏，老魏，小诺，小诺，老魏，小诺，我是小诺，我在这儿呢。小诺，老魏，小诺，小诺让我亲你，向渡边假装服软，出去以后再想办法。不行，我是江湖人士，活的就是这张脸啊，让我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几百个兄弟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了威胁，信义堂的资产全部被马有德攫取了，而信义堂很快就会被皇协军整成何方队。就算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你好歹也是信义堂的大当家吧？江湖上肯定以为是你在幕后操作。扯淡！我都被小鬼子抓起来了，能怎么样？我们必须反抗。什么意思？起誓。胡闹！你这不是把兄弟们往火坑里推吗？哥，你以为这样就不是把兄弟往火坑里面推吗？最近我跟底下的兄弟接触很多，其实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血性，早就想和鬼子开仗了。哥，只要你振臂一挥，肯定应者如云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小美，大哥还真有些不认识你了，你跟以前不一样。是小诺和老魏改变了我，是他们让我知道中国人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想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。哥，你也是江湖人士，你总应该知道逼上梁山吧？道理我懂，容大哥再想想。来不及了，炎林队已经和鬼子开了一仗，老魏在战场上失踪了。失踪了？炎林队现在群龙无首，你要再不出去，我怕我顶不住啊。那能怎么样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好吧，你现在就去告诉渡边，我跟他合作。小诺姐，水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。
他一直都念着你的名字。如果不是因为这点念想，恐怕他也坚持不下去。是吗？小诺姐，我能看出来，你是喜欢他的。你就别绷着那劲儿了，你别瞎说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陆小姐，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台南的花艺进展如何？画画只是修养身心，只要他画得高兴就好。お父さん、先生と一緒に絵を描くのが好きです。陆小姐的手法越来越有成绩啊。最近你变化得很大呀。我也是被形势所逼，想不变也难啊。我正找你有事儿呢。有什么事儿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哥答应跟你合作，你就把他放了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当然，我说过的自然算数。我哥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那你现在能把他放了吗？很快，不过这两天不行了，山边将军还在西安城呢，他一贯实行铁腕政策，如果被他发生这个事儿，他会怪我徇私舞弊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原来渡边先生也有害怕的人啊。不是怕，是尊敬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昨天我正去白洋淀扫荡，你的未婚夫老魏在小店庄战死了。什么？老魏战死。怎么死的？被三浦大队围剿，活活烧死了。边防军过不去的人，总之不会有好下场了。这一点，希望你哥哥能够明白。对不起，我先告辞。小姐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现在信义堂都指着你了。老魏死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你千万别这么想，除了老魏还有你哥呢，他现在还在坐牢等着你去救他呀。我救不了他，我怎么救？小姐你忘了，老魏他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，
可不能让他失望啊，否则他在天上都不会甘心的。大小姐，怎么样了？队部来消息了，队长没死。真的吗？但是他身负重伤，一直昏迷不醒啊。啊！但是大夫说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哎，你这人有话不能一气说完吗？搞得一惊一乍的。啊，对了，洛小姐，这个消息不能说出去，还得假装不知道才行吗？那不是装得很辛苦吗？我是怕鬼子知道洛小姐还跟我们雁翎队联络。我知道了，只要老魏没事就行。你醒了？我这儿在哪儿？你在队部呢，知道吗？你昏迷了三天三夜了，小娜姐，老魏醒了，老魏，你终于醒了。小莫姐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，你再不起来啊，恐怕她就要累倒了。别胡说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哎，我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来起来，喝点鱼汤吧。昏迷这几天，大家伙可担心你了。好喝吗？对了，我是怎么回到这儿？你被船的碎片震伤了，然后我把你拖到苇塘，大伙儿一起把我们给救出来。小诺姐听到这个消息啊，立刻连夜就赶来了。然后就一直照顾你，小娜，辛苦你了。干嘛说那么见外的话？你啊，一直拉着小诺姐的手，害她根本没法休息，还一直喊着啊，小诺，小诺，酸都酸死了。水妹，别开玩笑了，那你继续喂啊。我交几天军务繁忙，今天才能过来见你呢。谢谢渡边先生。你妹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是，我想通了，我愿意跟皇军合作。渡边先生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啊，你说吧。能不能暂时不要把新一堂改成何方队啊？何方队是掌柜编制，而且我们皇军为你们发展发展。如果把新一堂改成何方队，那就成了皇协军了。皇协军在白洋淀的名声不好，那可就是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呀。根本达不到为皇军效力的目的，弄不好还会自身难保的。渡边先生，我想这不是你的初衷吧？好吧，
我答应你吧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。马有的继续做老二，你跟马有的两个人好好合作，为皇军效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当然可以，行吧。 佐藤，不累那么多事了。阁下，您是信不过这个骆明义吧？唉，没关系，马有的已经布局好了，料想。 他回去也神不知什么疯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死定他。嗯，对了，你还有另外一件任务。您吩咐。上次帮燕宁队很有效果，你们继续吧。要败坏燕宁队在老百姓中的声誉。 让他们成为无需之虞。好，哥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小妹，辛苦你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怎么就来这两个人？这几天马有德像疯狗一样，大肆清除异己，凡是跟他对着干的。 亲的被开除，重的直接被抓起来，还有三个兄弟，活活的被打死了。现在信义堂上上下下风声鹤唳，大家对他都敢怒不敢言。就算知道你今天出狱，也没人敢来。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。怎么样，开除的兄弟还能联系上吗？大哥，我们三个兄弟就是已经被开除的，那些兄弟都能找得到。 小妹啊，哥，你受苦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跟我说老魏在打仗的时候失踪了，怎么回事？燕林队跟鬼子打了一场硬仗，老魏受了重伤，躲在苇塘里，后来被人救了回去。他没事吧？应该没什么大事儿。 那就好。哥，从你入狱之后，我想了很多。以前的我太自私，太不懂事儿了。我不应该为了个人的感情，把哥和新一堂都逼上了绝路。对不起。若心啊，大哥这几天也想了很多，把哥逼上绝路的不是你和老魏。 而是杜别，就算是没有这件事，他也不会放过新一堂的。小妹，你是大哥最亲最亲的人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大哥都不会怪你，所以永远不要说对不起。 哥，这段日子里，你为了救大哥。 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在新义堂要跟马有德斗，在外边又要和渡边周旋，平时还要给他家的小崽子当家庭教师。你做的这一些，大哥都记在心上了。哥，别说了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<笑>大哥这几天的劳没白做。 我总算是想清楚了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起来反击。反击？你决定起义了？不，不是起义。现在不能和日本人干，当务之急是，要把马有德搞倒、搞臭。小心点。没事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别逞能了。
没关系，伤好的差不多了。小诺，感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。谢什么？应该的。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说什么？我知道。 你心爱的人已经牺牲了，他也是一位战士。我想，如果他有在天之灵，也不希望你把自己封闭起来。所以我请求你接受我，我会为你幸福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管他是谁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人，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。我会和你一起怀念他，希望你不要拒绝我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乡亲们，我们雁翎队是抗日的队伍，是替大家打鬼子的。现在打仗需要粮食，粮食从哪儿来啊？这要靠乡亲们的大力支持。每个人多交一升就国粮，那我们在前线就能多杀一个鬼子。副队长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都懂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啊保食保量的上交抗日粮，而且啊。 我们会努力多交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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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既然陈保长表了态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宣布，咱们村按人头，每人面粉5斤，啊，豆类10斤，鸡鸭鱼肉多多益善啊。我们哪有那么多粮食啊？粮食自己还吃不饱呢。副队长，我不是听错了吧？没错啊，面粉5斤，豆类10斤，鸡鸭鱼肉。 多多益善，哪有那么多粮食啊？还有这么多，我们交不起吗？不可能这么多吧？您这是把我们全村都卖了，也不够这个数啊！是啊。再说了，咱不是搞统一累进税吗？这没田地的跟有田地的，怎么可能都交一个数呢？是啊。那我不管，这是上面的命令。首长还说了，谁要是抗税啊，那就是阻拦抗日，就是资敌。 贵村的汉奸还不少啊！同志们，都要把他们的汉奸都揪出来，就地枪决。副队长，您枪下留情，乡下人少见识，冲撞了您，您请多包涵。回头我劝劝他们，咱们就是勒紧裤腰带。 要不能，这咱们的子弟兵还饿呀，你说是吧？算了吧。
既然陈报长这样说了，那求您多多费心了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过，能不能通融通融？以前贵部的魏队长在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啊。魏队长已经被烧死了，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藩皇立了，要死了。哎呀，早就牺牲了。四喜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快进去吧，许司令和王政委来了，正到处找你呢。许司令、王政委，雁翎队副队长丁水妹向你们报道。哥，看看看看啊，咱们的丁水妹都这么讲究了啊，难得呀！您还不许人家进步了？啊，哎，许你进步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这次您二位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呢是来慰问的啊，这第一呢，慰问咱们雁翎队的同志们。前段时间呢，这仗打得很艰苦啊，就连我们的老魏这样的铁汉都支持不住了。这说明啊，这仗打得很艰难。你们的困难呢，我跟政委也都知道。所以啊，今天特意来慰问你们。我们还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弹药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是都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出的，啊，一点心意嘛。是啊，同志们，前一段时间你们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了一场恶仗，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转移，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。这一点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你们虽然受些损失，但是在战略上和政治上，我们还是胜利的。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把受伤的群众安抚工作做好做彻底，不要留死角。敌人烧毁我们老百姓一间房子，你们就帮他们盖上一间房子；敌人失去多少民心，你们就得到多少民心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对，王政委，您说的太好了。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，咱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嗯，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第二点就是嘛，哎呦，对了，这第二点呢、啊，是归政委管的。政委啊，你来说说啊。不一样，你快说说吧，说说啊。好，我说说。这第二点呀、啊，就是为丁水妹同志。我？对。我又捅娄子了。你不捅娄子，我们就不能找你们。丁志妹同志，我是向你道喜的。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批下来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。哎，真的？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，水妹。指导员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今天晚上我们抽时间举行一个简单的入党介绍仪式。还有一件喜事。还有啊？对，我们军区啊，为了提高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干部素质和水平，特意从基层抽调一批干部送到抗大举行为期一年的这个短训。这个小诺呢，特别推荐了你。我啊？哎呀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。丁水妹，这可是大好的机会。这是大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哎，你准备。可是我底子不好，学也学不会，去了也是丢人。不会才要学，你这会了还学了干嘛呀？哎，可我还是不想去，我舍不得离开雁翎队。水妹同志，先不要着急拒绝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机会难得。不过实在不行，你要真不愿意去，我们也不能拿枪逼着你去，是不是？那行，我考虑考虑。
好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遵守党的纪律，遵守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，为共产主义事业